Hello, Face 深远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小佳。感觉特别的爽，很快乐，体会到了表演的乐趣。平时无法抒发的感情，可以在音乐剧里面疯狂发泄。就以后有机会，也希望可以去出演音乐剧。开始会以为会很紧张，就觉得大家是 E 人，我是 I 人，会很害怕。这个气氛，后来多去几次，发现大家气氛都特别好，很享受排练的过程。困难还是很多的，毕竟是第一次嘛。比如说台词方面，然后还有表演。以前我没有学过表演，因为我以前是理科生，就各方面都有很多困难，就也许自己一一的克服了吧，还会继续加油的。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很多很多认识我的大家，然后还有一个更加完美、更加自信的自己。其实都还挺喜欢的，毕竟是自己创作的嘛。最近最喜欢的是那个《自证危机》，还有《光的回响》，因为是我的第一张新的 EP，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每一次都印象挺深的，然后每一次的回忆都不一样，可能下一次会更精彩。但是非要说的话，就是我的去年2023年的毕业公演，因为让我脱离苦海，对我来说意义很深刻。Y 宝，还有 C 宝，就是我的狗，边牧。我觉得3天不联系就不认识了，所以千万不要不回微信，千万不要冷漠对待，一定要热情的回应你的朋友，至少每分钟都要联系吧，也没有，就开玩笑，就是多联系、多交流、多沟通。有自己养过的小狗呀，然后还有时间，好时间。好简单呐。简单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，然后复杂的话就要画一个，就是就得复杂一点了，就差不多这样一只好狗。的。超能力，我希望可以治愈人和动物的伤痛，反正就是医疗。